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蜜蜂。答对了，大家到郊外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别被蜜蜂给蛰到哦。不过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，蜜蜂总是嗡嗡嗡的叫。蜜蜂嗡嗡嗡的叫，大家知道为什么蜜蜂会嗡嗡叫吗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 A 吗？因为蜜蜂喜欢碎碎念，所以不停的嗡嗡嗡。还是爱呢？蜜蜂是肚子饿了，所以嗡嗡叫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其实啊，蜜蜂在唱歌，但是它只会唱嗡嗡嗡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勤做工。答案都不对啊。震动的声音哦，蜜蜂在飞行的时候，翅膀会快速的拍动，拍动的时候也震动了空气，所以就产生了嗡嗡嗡的声音。所以啊，嗡嗡嗡并不是蜜蜂的叫声哦，而是翅膀震动的声音。